有旺角小龙女之称的陆平，最近凭参加歌唱比赛而人气急升。呢晚在文化中心举行慈善音乐会，大唱多位巨星的金曲。龙平请嚟彭嘉丽担任表演嘉宾，除咗排晒舞合唱关淑怡首《一切也愿意》，彭嘉丽仲大爆有次坐完顺风车落车，龙平就连跨栏也愿意啊！我见到条长楼梯，仲有啲栏杆拦住，跟住你话我系就咁过去，佢话老师我得噶啦咁，跟住我准准备开车转一转头，哇，真系跨栏喎、啊！話我係咧，即係好豪爽啦，似個俠女咁啊！原來哇，我見到你嗰一下，我都知道咩叫俠女，證明大家真係有眼光。龙婷呢晚仲大胆挑战跳舞，就喺除下战衣呢一刻，已经引嚟唔少喝彩声啊！90啊，扣咗啲咩分啊？如果可以唱多两场会更加好。在文化中心跳舞咧，同埋管弦乐咧，我都有啲犹豫嘅初时，但系始终转咗型啊，有唱跳歌手嘅部分，唔跳舞惊大家失望啊。俾两个猛男抱嚟抱去，有冇运啊？好幸福啊，公主抱啊，呢啲细个小朋友先有噶嘛。